我遇到了我们佛州著名的宋曼平宋会计师。那现在我们来采访您一下，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好的，谢谢你 Tina 主持人，这北路的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啊、是我的名字是宋曼平 Evelyn Tai， 我是会计师，财务策划，纽约人寿啊、这近30年呢，我在社区里主要替多年信任我的社区朋友和观众提高最高品质的专业财务服务，包括保险、投资及税务策划。是我们在佛州的华人肯定会非常关注这方面，而且呢也希望你这边的客户源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兴旺。那今天我知道你是我们河南同乡会的长期赞助商，那在此庆典你对我们这边的河南同乡会有什么呢期望还有祝福呢？是的，是，谢谢你 Tina 非常恭贺今年河南同乡会的成立大会，我有这个荣幸来参加，同时更高兴能够成为赞助商。其实我一直非常感谢多年的社区朋友、信任的客户对我的支持，取于社会，回馈于社会，我觉得是非常荣幸，也是非常应该做的。希望祝福河南同乡会大会成立，一切成功。说得太棒了，也非常感谢你的到来 ，and 希望你能 enjoy 我们的 ceremony。谢谢，是我非常期待，也祝福大家一切顺利，一切可以。谢谢，谢谢宋会计，谢谢。